聊不了，聊不了，聊不了。跟你第一轮聊啊，不聊算了，不聊算了，不聊算了。谁聊？哎，他报警，坏了，自爆啊！这个等于是，喂，这个麦灯亮了，为什么不说话？他麦灯都亮了，要不你说一下子吧，你说一下，你也可以保持沉默。好，那你保持沉默，我来帮你说。跟你们好人有什么关系？枪过。德山发言，直接就跳起来打是吧？悟空、呆呆、双狼，还有一个狼，赌猎鹰在呗，不就这个意思吗？那行吧，那就全票打飞呆呆吧，就看猎鹰在不在嘛，是吧？是这个逻辑吧？那只能这样了。看到发言都跳起来打了，当时我跟轰轰正在椰子树下，不知道是谁一直在喊我，我们刚准备蹲身份。好，我飘呆呆 O 的 K 喊你的正是在下，会一直跟你说我是你过来，我们两个聊个身份，你不理我。这把他们跳起来打，来咱们先把何呆呆飘了，完了进去把猴哥给他摇饭出来。跳得掉吗？我感觉猎鹰在呢。看吧看吧，哦吼，去！我知道猎鹰是谁。德山，救命！去！换到你哥，救命啊！德山，跟你们好，救命啊！什么关系？去了！三狼全出了，德山能刀一个吗？来，我。降到道呗，你是降到道呗，是吧？在等 CD， 那肯定等 CD 呀、啊！快跑！可以啊！别！你到他们，双刀，到我意不大，到我意不大！救命呀！怎么迎面走过来一个呢？我就知道三师是猎鹰，哎呀！哎呀！我对猴哥。就是心软了，我上来就想嘎你猴哥啊？为什么？你在我旁边站着，好多人叫我，不知道都行，叫我。直接给我刀了。没，我不是你，你不是我的目标，我只是想观察一下。然后你又在里边，怎么说？何呆呆出手了。OK， 好，那先玩到这里好吧？我只能出手，玩了一下午了。OK， 好，我去，那搞其他的啊。OK， 你们有玩跳伞的吗？开始。有玩跳伞的吗？可以，可跳，啊、可跳。好，那么歪说，歪说。OK， 可以，我可以。把那个房间不太安全。是的。歪说，好。